I wanna do it all with you by my side. If you're in, meet me here tonight. Be brave and come along, I'll be your ride. Promise we don't need no brake lights. We can try to do it all. 各位乡亲父老远亲亲戚，我们今天呢要试飞这个 F18。F18 是个很伟大的发明哦。你看他们就用这种魔术板啊，把它粘成这样子，用胶纸啊，用 glue gun 啊，所以我今天最近买很多那个 hot glue gun 就是这样子咯， hot glue 啊，拿来粘，粘起来之后就成型了哦。然后这个螺旋桨在后面，整个飞机就好像真的 F18 样子。这些很适合什么呢？也是适合新手。如果你们喜欢飞战机、战斗机，一两战斗机1000多2000块，你可以先用这个几百块，飞烂了之后，飞熟了之后再去买那种象征式的战机哦。所以这个是专门给你飞，你喜欢战机的话，这种飞这种就是对的啊。我们今天用的电池是2200mAh， 它的 speed controller 是 40A 耐热哦，这个是 receiver， OK， 天线打要自行向我们比这样子。这个我花了大概一天时间组装吧，花了大概一天时间组装。好，我们现在试飞啊、哦、ready let's go。各位乡亲父老，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飞机是正面还是反面。Miss orientation. I can't see his back.
好像下雨哦。对啊。哎，我想分享一下给那种新手飞啊。刚才你看到这黑飞机，灰色、灰色、白色、白色是？嗯。这种飞机如果飞在这种天，而且你飞得太远的话，你就会像我刚才这样子 miss orientation， 你不知道那飞机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上。嗯。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人家往航模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去旁边问他东西了，你分心一点点，你就会坠机。把这一个，因为我对坠机蛮有经验的嘛。所以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已经加强了哦 reinforce 了这个头，如果撞的话它会绑得紧紧的，然后刚才应该是撞到这里，然后它影响到这个，你看，嗯，这个差不多要出来了哦。所以通常这种地方我会加强，因为它分界线哦，这个有烂一点点哦，烂了一点点，虽然没有烂机头哦，它烂这里没有保护到。通常做法就是这种烂的地方我们回家就用那个热熔枪 hot glue gun把它粘回去就没问题了。哦，电池没有掉出来，哦，电池有向前了，哦，比我之前更向前。那应该弄到了。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回去，我会回到回去那边起飞过。应该也可以飞吗？可以可以可以。嗯哼。哎。Wanna do it all with you by my side. If you're in need, meet me here tonight. Be brave and come along.